下面我们讲类似鸵鸟的制夷方略，以静制夷。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以静制动啊，在军事斗争当中，或者说在外交斗争当中啊，不失为一种积极有效的啊，有时呢甚至是一种很高超的这么一种斗争的艺术啊，斗争的策略啊。那么这种以静制动啊，它不是消极的这种清静无为啊，静止无为，那么而是什么呢？而是一种在静态之下的一种动能的一种积蓄啊，是观时待变，等待时机啊。那么这个也是人们平常所讲的，叫做什么呢？叫做静如处子啊，动如脱兔。那么但是我在这地方所讲到的鸦片战争以后的清政府，那么他却是什么呢？把自己停留在中世纪的这阵眼睛折起来啊，消极的或者说主观的等待着外部世界来适应自己啊，由外部世界怎么变化来适应自己，而不是自己怎么样去适应已经变化的这外部世界。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清政府内部出现的这种以静制夷的方略啊，是什么呢？是一种以回避、以拖延为主要特征的啊，类似于鸵鸟是吧，无视于客观现实啊，那么把头埋在沙子里边的啊，这么一种策略。那么这种以静制夷的这种方法，可以说呢是清政府这种愚谬外交发展到了一个荒唐地步的一种表现啊，发展到了一种很荒唐的地步。那么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啊，一个主权国家啊，或者说一个民族啊，那么特别是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啊，面对着时刻都在发生变化的这种国内外形势是吧，如果您仅仅是啊消极被动的去静待去等待啊，那么他的历史的命运是吧，很可能就是被别人以战争的方式打开国门是吧，受到了外国的这种侵略。那么而当国门被人打开之后是吧，外国人已经入侵中国之后啊，仍然不考虑怎么样进行应变，那么还是期待着国门呢重新再关起来啊，那么这个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讲，那么是非常可悲的。那么以静制夷这种思想啊，如果从他的思想根源上来讲，它既不是来源于黄老的这种清静无为思想，那么也不是呢一种出自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后发制人的这么一种质疑动机，是什么呢？应该说它是清朝统治阶级在政治上无能，在思想上愚谬的一种表现。那么这个清政府在对外交涉的过程当中啊，那么深深地感到着外国侵略者呀啊，是欲壑难填，是吧？贪得无厌，啊，而且很专横，啊。那么他们认为，在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是威至不可，礼遇不能。那么因此，他们在对外交涉当中，就往往采取什么办法呢？啊，就是尽量的避免或者减少同外国的这种接触，啊。他们认为，同外国人接触越少，那么所遭受的麻烦就越少。啊，这种纠纷的越少，啊，采取了一种这种回避的态度。那么，关于清政府采取这种以静制夷的啊这些情况啊，我们也可以举几个事例啊，来加深对这问题的理解。1844年2月，啊，美国专使顾盛来到这个中国。那么，顾盛来到中国之后啊，那么就希望仿效着英国同清政府签订一个条约。那么当时清政府呢就通知顾盛，跟他讲啊，说中英两国因为发生了两年的战争啊，那么刚刚议和，需要通过签订一个条约啊来表明两国的和好啊。他说但是呢美国商人来华之后啊，他们都很奉公守法啊，就是循分守法啊，那么中国对待美国商人呢也是很友好的啊，是待之以礼。他说呢中美两国
本属友好核待条约啊，中美两国本来是很好啊，没有发生战争，没有必要签订条约。说你美国人可以和英国人一样，是吧？按照通商章程啊，在中国呢进行贸易通商啊。那么也是说呢，这个清政府呢就是竭力避免同英国、同这个美国人啊陷入到一个条约谈判当中去啊，避免同这个美国的接触。那么在这个顾盛来了之后，顾盛向清政府提出来啊，他要携带着美国总统的国书去北京去见清朝的皇帝，向清朝皇帝呢来呈递国书啊。那么清政府就找了种种的理由加以拒绝啊。清政府说啊，说在北方呢没有人懂得这个美语，美国的语言啊，没有这个通识啊。那么地方官也不认识这个美国的字啊，不了解外国语言文字啊，也没有专门办理对外交涉的这个大臣啊。那么因此呢，就劝顾盛说，你还是留在广州同两广总督，是吧，那么协商一切。那么很明显，清政府所讲的这些理由，它不是一个正面的外交的一个陈述，外交上的交涉啊，是什么呢？而是一种外交上的一种说辞，一种顿词啊，它是为了避免同美国发生国家之间的关系啊，采取这么一种回避的这个态度啊。那么这是一个例子啊。那么更有甚者啊，更加严重的啊，就是在1846年5月，那么清政府的钦差大臣啊，户部尚书塞尚阿，还有呢这个刑部左侍郎周祖培啊，他们奉命呢到这个上海附近这个吴淞啊，吴淞口的这个野鸡墩等地方呢，去这个查看清军的这个防务。那么这个时候塞尚阿等人呢就担心，如果说他们去了吴淞这个地方啊，那么上海的领事巴富尔啊就很有可能去见他们，向他们呢做无厌之请啊，会提出很多要求。那么塞尚阿就担心啊，说是拒之不便，许之不可。如果说拒绝啊这个英国人提出来的要求，那么会出问题啊，答应他呢那么又不可以啊，中国会损失很多利权啊。那么因此呢，他就给清政府上奏折啊，说他认为啊，以不到该二处为事啊，说我们不要到那个地方去了，免得惹出麻烦。那么道光皇帝接到了塞尚阿的这个奏折之后啊，那么做了一个批示啊，就指示这两个人不必再往该二处复行效越矣啊，就是你不必再去了。那么说呢，采取了一种回避的一个态度。那么在19世纪40年代末啊，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这种以静制夷的思想啊，可以说已经占了啊很重要的地位。那么当时的两广总督徐广进啊，广东巡抚叶明琛啊，他们是相信啊，那么在对外交涉当中采取这种人臣无外交的思想啊，采取以静制动的办法啊，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坚持条约，以静制动啊，镇以静而制彼动。他认为采取这个办法是对付外国人提出一些无理要求的一个最好的办法。那么这个当时的一个人呢叫做华廷杰啊，那么华廷杰呢就这样来评述啊叶明琛啊他的对外态度。那么华廷杰说啊，说这个叶明琛呢是素性审议刚强啊，那说叶明琛这个人呢啊，那么很沉稳很刚强啊，那么这是好的了，待外人不好挑衅啊，那么这也是一个长处啊，不好挑衅啊。说但是呢，这个叶明琛呢，一少恩抚啊，很少对外国人呢采取这种啊平和的啊这种义抚的这种办法。每遇诸国召会，或略复数语，或敬不答啊。说叶明琛呢，遇到了外国给清政府的召会。啊，或者呢简简单单的啊写几句话，或者呢是干脆不给予回复。那么薛福臣
啊，薛福成也曾经讲，啊，说叶明琛这个人颇自负，啊，很为自负，啊，常以雪大尺尊国体为言，啊，这叶明琛呢说他呢还是很忠君爱国的，是吧？要雪大尺，要尊国体。那么这个当然也值得肯定。他说，但是呢，叶明琛啊，凡是遇到中外交涉事件，啊，中外之间发生了交涉了，遇外人尤严。啊，对外国人呢很严厉，每接文书，则略书数字答之，或敬不答。啊，和华亭姐讲的一样，啊，外国人有照会了，有外交文书了，是吧？写几个字，简单的啊，就应付掉了，或者呢根本不给回答。那么这讲到这个叶明琛呢，在这个广州地方呢，啊，那么很多时候是实行了这种的啊以敬制夷的这种办法。那么前面我们所讲到的，就是广州人民反对英国进入广州城的斗争，是吧？那么清朝统治者在一定的程度上借用了民众的力量来聚夷，是吧？那么重视收集外国方面的情况啊，不被英国人的这种嘘声恫吓所动摇啊。那么这个当然是对的。那么但是呢，这些它并不是清政府啊，取得这种攘外质疑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啊，那么更不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原因。那么，但是当时的清政府，啊，这些君臣上下，啊，对于广州人民反中城斗争的胜利，啊，估计过高了，啊，可以说呢，被这种胜利啊所陶醉了。那么他们就产生了一个错觉，啊，认为啊，对付外国侵略者啊，并不困难。那么他说什么呢？说这个英国人、外国人啊，层波叠浪，反复无常，是吧？不断的进行要挟，啊，实际上呢是外强中干，啊，表面上闹得很凶，啊，实际上呢啊是外强中干的，啊。那么他们讲，说这个嘘声动向，乃夷人之惯技，啊，说这外国人呢，他说了要进行战争怎么样啊？仅仅是对中国人进行吓唬，啊，进行动向。所以英国人呢，绝对不会愿意因为一件小的事情啊，导致中英之间的决裂啊，来伤及到他的通商贸易。那么他是讲，那么对于外国人，只要采取这种婉言拒绝、拖拉、敷衍啊、严当啊，采取这种办法啊，以静制动，那么外国人也没有什么新的办法啊，搞出什么新的花样来。那么因此，在1850年6月，英国公使文翰乘着船到了天津啊白河口外，去投递英国的外相八脉尊的一个信函啊。那么这个时候清政府对这个文翰就非常的不客气了啊，那么准备采取这个以敬制夷的办法。那么这个时候咸丰皇帝啊就痛斥文翰啊，说这个文翰呢是桀骜武慢以及啊，太傲慢了啊，就命令清政府的军机处勿予以致复啊，不必答复他。为什么不去答复他呢？以免轻启该夷僭越无礼之见啊，免得这该夷，是吧？因为这个事情进一步提出更多的无礼要求。那么咸丰皇帝就规定，以后凡是有中外交涉的事情啊，再有此类事件，一体交由徐广进查办，有什么事情都交给徐广进，由徐广进在广州啊，以两广总督的名义去办，清政府的中央机构不和外国人发生任何联系。那么对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去理解？那么在这个外交活动当中啊，那么当对方也具有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诚意的时候，是吧？那么双方呢求同存异，是吧？暂时的搁置那些一时还难以解决的一些难题，是吧？那么这样的话呢，把这个双方这种冲突限制在外交领域当中，是吧？把这个双方的冲突的形式局限于可控制的范围里边啊。那么这个办法应该说呢是一种很好的办法啊，避免产生那种不可控制的冲突啊，甚至产生这种军事冲突
啊，这都是一种很聪明的办法。那么但是令我们感到遗憾的什么呢，是这个时候的外国侵略者啊，没有这种诚意。那么而清政府也不敢同外国进行一种积极的外交交涉啊，来据理力争。那么清政府更不会运用灵活的外交手段啊，去化解外国方面提出来的这种无理要求。采取了一种什么办法呢，是采取了一种避而不见啊，视而不见啊，采取了这么一种回避的政策。应该说这种政策啊，仍然是他在政治上的一种腐败无能。那么叶明琛就曾经讲到了他的一种担心啊，叶明琛曾经讲，他说万一是吧，我同这个外国人去相见而受其欺侮啊，或且倒不测，或者出现了不测，比如说英军把这个叶明琛扣留了是吧，如果受到他的欺侮，或且倒不测，可奈何，那到那时候怎么办呢，说那样的话不但是自取辱且示弱啊，自己遭到了这个侮辱，而且是示弱于外国人，令其愧我虚实，可奈何。那么也说他们这种无所作为已经质疑的策略啊，反映出了他们的政治上的一种无能，对吧。那么这种已经质疑的策略一度是清朝统治阶级最自为得啊，最自鸣得意的一种质疑的办法啊，非常得意啊，认为采取这个办法很有效啊。那么同时这个又是他质疑思想当中最为消极最为无能啊，而且是失败最惨的一个质疑的办法。那么正当清朝统治阶级是吧沉浸于已经质疑这种胜利的时候是吧，拒绝了英国人，那么英国人也没有什么新的办法是吧，正当他非常高兴的时候，那么外国人英国人啊已经开始在不断的进行战争的啊，就是正式叫嚣了啊，就鼓吹要对华发动战争。那么在1849年8月英国的外相巴麦尊就写信给英国驻华公使文翰，讲什么呢，就说要他向清政府表明啊，英国政府一向所表示的容忍并不是软弱的感觉，而是由于强大力量的文觉。就什么呢，就是要求这个文翰对清政府进行这种战争的威胁。是这个英国政府啊，他表示的容忍并不是他软弱啊，正是他强大的一种表现。那么开始对清政府进行威胁。那么但是呢，这种已经质疑的这种策略使得清朝的统治阶级啊，不能够充分认识到英国侵略者即将对中国发动战争的这种严重的形势啊，不可能采取啊这种积极有效的一种应变的措施啊，没有看到这战争的这种严重性。那么这个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之后，那么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利用中国国内政局动荡啊，利用这么一个时机向清政府提出了修改条约的要求啊，就是一般我们讲这个修约啊，修约的要求。那么希望从中国呢获得更多的这种侵略权益。那么1854年的4月英国的驻华公使叫做包令啊，那么他就约集了法国驻华公使美国驻华公使一起来到广州啊，来到广州之后就向两广总督叶明琛送交了一个照会。那么这个在这个照会当中呢，就要求叶明琛呢找一个时间同他们见面，要谈修约的问题。那么叶明琛就是有意去降低同英法美等国家公使会见的那种规格，他把同这个外国人见面的地点没有安排在他的这个两广总督衙门，而是放在呢广州城外的一个叫做仁信站房啊，就是一个商铺。那么他希望借此来降低这次会见的啊那么一种规格啊，贬低这次会见的这种意义啊，这种外交意义。
那么同时叶明琛向英国人表示说这个中外条约只能够做一些细微的这种更改，那么中外条约没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更改。那么叶明琛的这种表示是吧，应该说是有他的道理的那么但是他在外交上采取这个方法是很僵硬的是吧，他主要还是采取那种回避的办法。那么这个1854年英法美等提出来这个修约要求那么没有得到实现。那么到了1856年夏天，美国驻华公使伯夏还有英国公使包令法国公使顾随那么又一次召会两广总督叶明琛那么就向中国提出了第二次修约的要求提出了第二次修约的要求。那么这个英法美向清政府提出第二次修约要求之后咸丰皇帝呢就告诉叶明琛给了他一个上谕。那么按照这个咸丰皇帝的这个认识他是这样讲的，说中外条约是个万年合约不能够进行大段的更改就是这个中美天这个中英天津中英这个南京条约中美旺厦条约是吧，中法黄埔条约这些呢都是万年条约不能够大段更改。他说但是如果这个外国人提出来是吧要做一些修改，只能够把其中的一些无伤大体者那么一两条细微的地方呢来进行变通。那么说咸丰皇帝呢是准备呢在修约问题上呢做一些让步。那么但是两广总督叶明琛那么他提出来不能够随便答应美国英国法国提出来这种修约要求。那么他就向咸丰皇帝上一个奏折，他说以后这个外国的这个公使外国代表无论到达哪个地方到达何省如果说他们提出来要求地方的这些总督巡抚代替他们向清朝皇帝上奏说这样的话，总令其回粤听候查办让他们一律回到广东来听候查办，又回到他这儿。他说臣我自当恪遵历次训示说我呢就要按照清政府给我的几次的这种训令坚持定约，比随时驾驭设法前止，庶可消患于未萌也。他说外国人再提出来修约要求，甭管他走到哪个省，让他们一律回到广东来我来接待他们，我按照清政府的这种既定的方针是吧，坚持条约随时驾驭，说这样呢就可以把他们这些无理要求消灭于这个出盟。那么清政府拒绝外国的这种修约要求应该说是有它的合理性的或者说是正确的。那么但是清政府对于中外形势的认识，对于中外形势的判断那么却是错误的，那么他的外交手段也是过于的简单，过于的生硬是吧，他没有新的一个什么外交办法只不过是在不断的重复什么呢，一切外交事务都是由两广总督来办理仍然是坚持过去这种天朝的旧制以前中外交涉都是由两广总督来办那么现在一切中外交涉还是由两广总督来办坚持这种旧制。那么叶明琛在广东坚持什么呢，说凡事都要遵照条约而行要按照条约而行是吧，那么如果说需要进行变通的话，那么一切那么都要由我来向清朝皇帝请旨我是不能够自专的。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叶明琛又把外国人提出来的修约要求又踢回到了咸丰皇帝那儿去，而外国人又没有办法直接跟咸丰皇帝交涉是吧，那么这样这个英国也好美国也好法国也好这些公使
就感到通过谈判很难实现修约的要求，那就再次准备呢对华发动战争。那么同样这个时候清政府也没有意识到这种战争的这种严重性。那么1854年就是英法美三国提出第一次修约的时候，那么既对这个清政府提出过一种战争的一种威胁，那么但是这个时候英国法国正在和俄国进行争夺土耳其的克里米亚战争，那么因此这个时候这个英国和法国没有力量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战争，那么他们没有当时马上发动战争。那么清政府不了解这种形势那么他还以为什么呢？以为说他采取这种以静制夷的办法已经取得了成效，是吧？继续坚持他这种以静制夷的这种僵化不变的对外方针。这是1854年第一次修约。那么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了，那么英国人就利用亚罗号事件向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而且占领了广州城外的炮台。那么这个时候叶明琛是吧还在天真的认为英国人不可能对中国发动战争。1856年10月23号是吧广州城东面已经响起了隆隆炮声，那么有人向叶明琛报告说英国要对华发动战争了，但是叶明琛毫不在意。那么他说必无事，日暮自走耳，说没有事情等到天黑的时候英国人自己就会撤了他还在这个教军场去看这个人们射这个射箭他一个乡试这个武举的乡试，是吧？而且谕令清军说敌船入内不可放炮还击就他认为英国人呢不可能对中国发动战争，仅仅呢是对中国表示一个威胁是嘘声恫吓。那么甚至到了1857年12月，英法联军再次向广州城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时候叶明琛呢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形势的这种严重性，是吧？那么他在讲说彼何能为，不过嘘声动下无耳，说英国人他有什么作为他只不过是虚张声势来吓唬我，说彼时既穷急望通商却不甘求我，说他们呢没有什么办法了，急着同中国通商，是吧？却不甘心呢来对我来表示这个要求这个请求，说呢因此呢是故作恐吓之势以逼和这英国人呢是故作一个向中国进攻的一个趋势逼中国呢同英国来议和。他说呢我以息其底蕴，绝无事变说这个事情啊我看得很清楚，没有事情说此事我确有把握，可保其无事说叶明琛呢还完完全全的是吧沉浸在以静制夷那个成果当中那种成效当中没有看到这中外形势的这种发展这种严重性。那么有些外国学者就批评叶明琛说由于叶明琛拒不承认外国代表和不对他们做任何让步将小问题拖成了大问题，从而导致了战争这是一个美国人呢叫做马氏他所讲的一段话说叶明琛呢对外国人这个不谈判进行拖拉导致了战争。那么这种观点很明显是错误的为什么说它是错误的？就是外国人的这个说法它是歪曲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一个真正的原因这个外国人的说法是错误的那么但是我们也不能够不承认就是叶明琛也好清政府也好他在这个以静制夷这种思想的这种错误的引导之下是吧他就这种错误的以静制夷的办法没有能够充分认识到英法侵略者即将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这种严重性这种危险性，那么这样就导致了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节节失败，不断遭到失败，那么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害。就这一点而言，我们是应该引以为戒，引以为教训的。
那么这是我们讲到这个清政府呢这种以静制夷啊，那么在这个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呢遭到了彻底失败啊。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讲到这里。